先交给他。谢谢，感谢。咱宋会长、现场所有的贵宾、博文上届敬爱，咱台湾的主人，所有博文上届敬爱，咱土地疼惜土地，所有咱伫美国的代表，大哥大姐、阿伯阿姆、少年朋友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博文今摆看到大家哦，都非常非常的信心满满。我来到美国啊，做者乡亲头问啊，博文啊，这个是会调袂调啊？2020会调袂调？会调袂调？恁讲是好无？会调无？无一定啦。那选举人讲稳赢哦，这种歹人你知哦？博文哦，用我家己的这个经验来同你讲哦。大家记得无？我2012年就来过德州啦，吼、哦。2012年迄当阵，迄届立委选举，柏文哦受到蔡英文总统迄当阵，伊是当主席，然后征调去北海岸选咧上较艰苦的这区，迄区伫我选的顶届输40000+票，啊，迄届无人敢出来选，啊，柏文哦，头壳哦，前面真的带着钢盔，头戴着钢盔就往前冲啦。迄当阵嘛，知影讲家己是炮灰，家己是为着要顾总统的票，但是迄区一定要有一个正常，要有勇敢的人出来承担。所以迄届啊，柏文足认真咧拼。我虽然知迄政委选区，但是我拢甲当作百名赢啦，我一定要来赢啦。所以吼、哦，我选到尾啊吼，足济人真正看着我讲，柏文啊，你稳调的啦。哦，我听到真欢喜，哦啊一欢喜哦，开来搁来，你知哦？开来来，搁较有名。大家都看到我咧，都有创意。吼、哦，看到我，大家拍门哩稳调的。吼、哦，我拄安尼吼，大家拄啊讲稳调，我就搁较拼命。稳调我就拄啊拼命。我甲别人无共款。人若讲稳调，讲啊双线忘记的，我拄啊甲别人无共款。讲我稳调，我愈拼拼命，啊，大家都感觉我愈稳调的。结果开票迄天啊，哦，我想讲应该是无问题啊，吼、哦。结果啊，开票开了。有人同我讲，柏文啊，柏文，你真正调啊啦！我讲哦，足欢喜的，你调在壁顶啊！乡亲时代，选举袂当靠势，选举永远爱用上个谦卑的心情面对所有人民。所以各位亲爱的乡亲时代，2020，小英到底会赢，台湾到底会赢，袂赢？我唔知，我今日知影讲，每一天咱拢要战战兢兢，面对新的民意，面对新的挑战。啊，若你真正要同我问讲，柏文，2020，小英会赢袂赢？唔好问我，爱问你，各位亲爱的乡亲时代，小英会不会赢？就差你手中的一票，拜托大家全力跟你台湾投票，好唔好？我是听讲吼，1月11日。迄附近吼、哦，听讲即摆经济舱已经满，但是经济舱满也无要紧，大家咱遐小寡吼停者，商务舱嘛坐上去。你的一票决定台湾的未来，非常重要的，抛下拍点好。